这位公子可是有事？你看得见？小人天生目盲，不过小人有天眼，只要小人愿意，便可看见世间一切。哦，公子既是有缘人，不如小人给您卜上一卦。 公子天庭饱满，地阔方圆，山根灌顶，纯洪福厚。只是公子面有黑气萦绕，恐怕公子此行不能得偿所愿。哼，莫非上清先生早已算出本公子此次所求是你的阴阳双目？公子抬举小人了。 上清先生双目天生可见阴阳，而小人却是有眼无珠。是不是真的有眼无珠？要看过才知道。阴阳眼谁也救不了，只能一时瞒天而已。还说你不是上清先生？我真不是，真不是我。 可贵，在于蓄因果，生命可贵，在于守本心。先生何出此言？阴阳眼此物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瞒住天眼。此举不仅逆天，而且折寿。公子还是早日悔悟的好。不知上清先生。 可否为自己卜上一卦呀？帝师兄长，非二愿，此命将尽，难称王。这是谁的命运？今日你的命运，先生，走好。